我爸我妈就说让我跟别人与众不同。其实小时候被爸妈寄予厚望的千玺同学有些累，想去的地方有时候天使不回答，也许只是因为心还不够渴望，我擦干泪水再一次出发。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就可以了，然后不要让自己失望，也不要让喜欢自己的人失望。嗯，希望一说到朴秀宇，然后能想到哦，有易烊千玺这个人。想在你面前放光芒，想看见你为我骄傲的模样，我只有一分钟悲伤，然后微笑就把挫折都遗忘，一定有幸福在我的前方，我在慢慢长。然后如果你们能一直陪我们走下去的话，我觉得那是幸福无比的事情，最幸福最幸福的。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你们给我们的爱，我也爱你们，你们是我们背后千千万万的目光，激励着我们前进。谢谢你们的付出，拥有这么努力的你们真的特别骄傲，在这里给所有的人比一个大大的赞。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，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，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，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。你当时所做的，现在所做的，都是爱你的人为之骄傲的事情，你要跟着我一起继续坚持下去。既然拿出认真的架势，真心和坚持最终会把我们引去该去的地方，别回头，卯足了劲一起冲吧。所以在这里让未来的易烊千玺起航，未来的易烊千玺，我会向你保证，我会做好现在的每一步，所以也希望你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，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吧。现在的易烊千玺很酷，未来的易烊千玺也会一直酷下去。你做一个特别快乐的孩子就已经与众不同。我不害怕。